拢是我的志气。你是掌上明珠，所陪我当渡水。你将委屈的心，收藏在枕头边。别人若笑你痴，你讲辛苦你休滞。我的不甘心痛已经袂痴。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，一滴泪，滴到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。是我眼中的一滴泪，一滴泪，滴落心肝才知我有这爱你。莫离开我，我当无你，我当好你。我们请阿德老师来讲评。敏硕，你一开始要唱了几句歌词，就唱到我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就是心爱卖相比，我不是故意。讲话大声，那黑拢是我的志气啊。就是你在唱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唱歌的方式是突然柔软下来。你知道这首歌是在讲跟对方道歉啊，道歉什么？道歉说我怎么以前没有那么珍惜你。啊，就离开你啊，让你这么痛苦。他在做这个道歉，但是一般人道歉就是恭维大声，或者是啊直接讲说 OK 对不起好不好这样子。但是你知道你在唱这个歌啊，一样的歌词，我觉得很多大人来唱这句歌词的时候，可能就会照字面上的意思哦，旋律哦，就规规矩矩把它唱出来。你是唱到这个时候，你非常非常的温柔呢。这么小的小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么温柔？所以你是很厉害的啊，你们两个都很厉害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敏硕老师好。其实这首歌是在讲挽回啦，讲的都不一样。可以不要你看一挂困扰，你看一挂书嘛，因为讲头前讲啊，你那揽着古相片底下好几米对吧？啊，是不是因为进前我给你大声派，我给你大声扫哦。啊，所以讲我希望可以往我跟你道歉啦，好、哦、叫你卖理亏安尼啦，而且阿伯理亏啦。哎，但是已经特别离开之后，他你是我眼中的第一路人嘞。我觉得你整个虽然你没有完全懂歌词意思，但是你把这首歌的意思完整的都唱出给我们，好，然后我们都被你唱到很感动。